情话说两遍，也为自己留一丝底线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医生没跟你说吗？我刚做完手术，等两三天恢复呢。我现在还是零。我知道啊，我专门托人买到了上个月维也纳演奏会的黑胶唱片，送给你，当做临别礼物吧。谢谢啊。你不是最喜欢阿尔格利希吗？怎么一点都不激动？这几天压力太大了。不是，我现在就想听。那我陪你呗。我也很好奇你为什么喜欢阿尔格利希。好，走，我们下去听。所以临别礼物和一起听音乐都是借口，他是想看看傅泽一有没有回来。只是没想情况突变，因为和你的见面。我不用你挂念，我只要你看见。谁都会有个一切没欺骗，蓝松那套过了年限，你会觉得只是消遣。正确方式你会分辨，我对你的情话说两遍，也为自己留一丝底线。你越不希望我为感情抛弃所有尊严，我说出了情话第三遍，是不是你想要的画面？我不装可怜，或许这是我心甘情愿。我不用你挂念，我只要你看见。谁都会有个一切没欺骗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你会觉得只是消遣，正确方式你会分辨。我对你的情话说两遍，也为自己留一丝底线。你越不希望我为感情